王心凌真的太厉害了，乘风破浪节目播出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，王心凌就连续接了三个大牌广告，商业价值爆棚。前不久王心凌官宣成为节目赞助商经典的新推官，而另外两位新推官则是大姐宁静以及那英，他们是节目开播之初就已经拍了这个广告，王心凌则是到目前为止唯一一个加入进去的姐姐。不仅如此，王心凌还是天猫商城今年618活动的甜心大使，前不久她还推广了国际大牌护肤品娇兰，经典、天猫以及娇兰都是大牌，这足以证明王心凌的商业资源有多好了。而在节目开播之前，有网友总结了姐姐们的商务资源，其他姐姐们都或多或少有代言广告在身上，而王心凌却是零代言零杂志。现在看来，乘风破浪更像是王心凌的逆袭之路，希望她可以抓住这次机会，快点接更多广告拍杂志吧。